舍江湖发布了收官战报，从战报中也不难发现瓦舍江湖的火爆。无论是期待榜还是飙升榜，瓦舍江湖稳居第一位，而且在德云瓦舍播出期间共斩获47个热搜。不得不说，在德云社烂片口碑中，德云瓦舍可以说是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。虽然瓦舍江湖首季可以说是完美收官，但结尾属实让观众们体会到了抓耳挠腮的感觉。不少网友都调侃，这是梦回坑王了吗？在郭德纲的单口中，因为太忙了，如今还有许多作品的坑还没有填完，而瓦舍江湖结尾这个坑又让大家等这么久，大家都不由得吐槽，瓦舍江湖的结尾这就完了。而且在瓦舍江湖大结局的前一天，姬天宇在社交平台上晒出的剧照中，原本以为姬天宇只是分享客串的剧照，但细心的网友发现姬天宇在剧中的名字叫岳云鹏，这下戳中了粉丝们的笑点。毕竟岳云鹏是个大老爷们儿，这次本名和美女联合在一起，怎么看都是喜感十足。还有网友调侃姬天宇，你叫岳龙刚小岳岳知道吗？姬天宇也是调皮的回应道，你猜。而且本以为姬天宇是在为大结局做宣传，谁也不会想到在第一季的大结局前一天，姬天宇就已经开始宣传第二季，不得不让网友们吐槽，太坑了。虽然瓦舍江湖的坑不断，让网友们抓耳挠腮，但也让网友们更加期待瓦舍江湖的第二季。在小剧场中，烧饼就曾透露，曹鹤阳在话剧巡演完就将进组拍摄瓦舍江湖的第二部，七月前将不会再有档期。而且在姬天宇晒出的视频中，估计瓦舍江湖还是原班主演，不会有太大的变化，不由得让粉丝们更加期待。当然也希望郭老师能将瓦舍江湖的坑早日填上。